らっしゃい。さすがセリカちゃんの友達だ。新月純平よ。哦，是阿百多斯的人啊，形象妹妹，别闲聊啊，快招待客人。是啊，我都快忘了，如果失败了，从头再来就行。重要的是，来吃拉面的人，只要客人还在，拉面店就不会消失。我不太会表达，我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阿贝多斯对策委员会，尽管上吧。你们是阿贝多斯那群孩子的朋友吧？如果不够，随时跟我说。我才不是。才不是什么朋友。